一名女子在网上 po 出收到的罚单，仔细一看，有够扯！罚单上的车牌照片后三码是 NGW， 但是车牌栏位填写的却是自己的 NGW， 原因打错英文字母，害自己收到这张乌龙罚单。原 po 表示，罚单日期是7月5号，但这天确诊在家中隔离，竟然还收到在桃园闯红灯的罚单。前单员警固执车号，将主动刊文监理单位撤销举发。贴文一出，引发网友共鸣，警察超爽的，开错单不用负责。这位警员需要去验光配眼镜， N 跟 N 都会看错，真是厉害。原警开错罚单经常发生，有民众收到罚单，车牌的英文字母 N 立 X， 照片上的却是 NAX， 还有车牌尾数是5却被打成6，推测打错的原因可能是键盘上 N 跟 N 和5跟6在旁边， A 跟 L 在上下，非常临近，才导致一个不小心就打错字。收到错误罚单已经够呕了，还要自己去申诉，原警出包却要民众承担。记者刘志展网页的桃园报道。